如果今天哈，我今天来不及印哦。如果今天哦，大家有看一下今天台子期货的江波图，我讲坦白的，这很像哈那个档 K K 档嘛，微多啊，上去下，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今天超级无敌刺激的。那我还是给大家一个所谓的良心建议跟报告，不管再怎么样的逆水刺激，你一定要有一个所谓基本的逆水方向。来，我们看一件事情哦，你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今天早上在八点五十六分的，我很清楚告诉我的会员，有关于主力心态到底是多还是空。曾老师啊，啊为什么这边？ 这一串都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红色。那么基本上的话呢，在我们电脑版的一个税部分的话，你除了可以看到 AM 牌，你也可以看到一个税 p m 牌。那简而言之呢，礼拜五的时候呢，有关于美国的 n o n f a Payroll 好像不符合还是符合预期，我不在乎啦。反正我们来股票市场上，我们不是为了当经济学家，我们来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我们是为了赚大钱。我这样讲没错吧？就在礼拜五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路上下震荡、上下震荡，最果尾盘往下杀下来。我讲礼拜五的 p m 牌，可是麻烦你。 对一下大盘的当时的叶水主力心态，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多。今天早上的叶水开低盘，我请问各位，主力心态是不是更大的叶水之？所以这是为什么它往上做叶水急拉？那基本上呢，我也在看到强调，我说主力做手，他每天呢就只会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就只会一个非常简单的叶水方向，你只要顺着那个方向就做就对了。那么可是呢，在实物上面的操作，不管包括期货，不管包括股票，我们知道呢，投资朋友一直犯这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在哪里？当你 看到急涨，你想要追；当你看到急杀的时候，你想要做一个所谓放空的动作。可是还是老话一句，主力做手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它一天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那既然在早上八点五十六分的时候，我很清楚告诉我的会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多。结果我今天是利用急杀，利用急杀，我们站在一个所谓买方，利用冲高之后往上做个急杀，站在买方就这样子，有没有很轻松？高达将近有一百五十点。好，那我知道呢，今天应该所有的人都会问我一个。 非常重要问题。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想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讲讲吧，要稍微打一下屁股哦。你知道吗？今天呢，我有很多法人朋友，他问一个非常简单逻辑，因为有关于主力心态的部分，不管包括我的 Telegram PRO 一零一八，或甚至于呢，我在非凡的夜水盘中连线，我都会跟大家做一个所谓完整报告。就像呢，我今天在早上的非凡连线，我们很清楚跟大家报告，我说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的多，所以说外资期货在上个礼拜五一口气减满了四千口，我说今 今天他会把这四千口完全给补回来，结果果不其然呢。刚刚两点钟，你所看到外资在期货的部分，一口气买了将近有三千五百口。好，那你知道吗？很多法人问我一个非常打趣的问题哦。 开始了，他说：“小石啊，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多，没错，好，没问题，好，没问题。可是问题为什么今天有很多很奇怪的中小型的股票杀到人仰马翻？就像你可以看到呢，基本面有题材的一水利多，不管包括英讯 IC 的六二三七的华讯，甚至包括六一三八的叶随茂达。茂达我们都知道它是电源管理的 IC，而且它缴出非常好的叶随成绩单。结果今天这两档股票几乎打到跌停板。小师在问你第？” 第二件事情哦，那么你之前呢，在上一个月、上一个月哦、上一个多月以前，你看空的三五四五的墩态，四九六一的天域，那问题为什么今天大盘主力新太空，他们连谈都不谈，包括航运内股也都是一模一样。 哎、欸，问的问题问得很好哦。好，那我先让大家想一件事情哦。我在节目当中，我一定要强调，我说主力做手操作还是架构在价格的要素观念，可是你看清楚哦，这是今天呢，今天呢九点三十四分的时候，我告诉我的会员八零四六南电四百三十七，还有四百三三三四百三十分批买进。当然这个价位别成交了。可是你四百三十七块钱，你去做多八零四六南电的，你今天去做多二零零二中高，你今天去做多二三三年台积电的。我请问各位，今天有没有钱可以赚？ 基本上呢，上一集的呃关键报告，我讲讲白，我们只缴出了一半的成绩单，只缴出一半的成果。那么你记不记得在上一集的关键报告里面，我也就跟大家报告，我说九月份台北股市预期它是一个标标准准量缩。那量缩的叶随情况之下，我请问大家老师，那为什么你在八月底的时候你就知道九月份台北股市会量缩？因为很简单嘛，因为根据过去的叶随经验，很多分析师告诉你们，根据过去的统计数字。 九月份美国股市保证一定会重挫。那既然美国股市在九月份保证下跌的夜随几率大，那我请问大家，单纯就很多中实户的角度，他们会不会进场？他们当然不会进场。我是，哎哎，期货我们跳快一点哦。那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呢、啊，你今天你要成功，你真的如果没有主力心态，你会被扒到拱兵。我再一遍哦。 主力做手，他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好，他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 而且在主力作手的题库里面，它的江波图里面，因为你都知道，今天是谁划线给大盘手，当是来自于主力作手嘛，还有政府的业随基金。那基本上在他们的业随图库里面，大概就只有二十种图。那这二十种图，你只要背会，我只要举例啊，我这忘了是哪一天，你看到没？走一样，哎、欸，这个图跟今天图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吗？冲高回撤，回撤。我的课程哈，为什么叫做全方位的三六零？因为我除了给大家鱼吃之外， 更重要，我们要教大家非常多宝贵钓技巧。我只用了一招，来来，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啊啊，再看一遍，来，先先看难点，先看难点，来来来，先看难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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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你是我的学员，我又有用两招吗？我只用一招而已哦。盘中多空转换技巧，这样就高达将近有十九块哦。那你再看一下今天台指期货走势图，好，来来来，然后我们再在下面，对下面，不是都是一模一样吗？它往上急涨，我当然很想要追。 可是我知道，在礼拜五的时候，因为它收盘小于 A C，它一定会往下再震荡一遍，不是这样的模式。再看哦，再看哦，是冲高像不像南难像不像今天冲高？都是冲高之后往下回撤日线的关键价。可是我发现，一般投资朋友里面连最基本的日关键价都不会算，就是啊。可是我没做做短，好，你没做做短，你做波段的，你更需要拥有我们的逆 A 主力心态。我请问大家。 这是上上上个礼拜五哦，当时台积电主力心在空，就上上礼拜一，台让台积电主力现在从绿色变红色。礼拜一心太多，礼拜二心太多，礼拜三心太多，再配合的也随大盘主力心太多，台积电有没有一路往上狂喷上去、啊？之后呢，一样跟大家预告，台积电的主力心态还是多。那这个老师啊，这个不是盘中多空转换技巧，这个是标标准准的双边解套理论，懂哈？ 啊，懂不懂的话、欸，我们就真的跳快点了。来，主力现在多，好，你看哦，当时跟大家预告空头主力套啊，结果呢，P M 盘真的先杀，然后 A M 盘一开低，然后又看到心态由空转多，那我们的玩法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吗？知道盘中的液水多空的液水转换的技巧，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可以在短短十四个礼拜、呃，我们缴出一万三千多点的成绩单呢？这样呢，如果说以倍数的液水角度是高达将近有二十五倍左右。 你二十万的资金很轻松变成五百万，来继续哦。在上个礼拜我就跳快点嘛，因为过去的东西、哦，有麻烦你看过去同胞带。在上礼拜我们预告收盘大于四三二，而且周线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又是红灯。只有今天早上有没有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多。那问题为什么今天冲高之后要杀下来？麻烦你看一下我的盘前稿，我的盘前稿里面，它今天是不是刚好涨过最大值？那我过去也教过各位啊，我只要涨过最。 大值收盘，隔天都很容易出现往下的跳水。我只要跌破最大值收盘，我隔天就很容易跳空开高。为什么？因为掌握了一个水最大值，他知道我只要在一点三十分往上点火，很多空头会受不了，他们空单会自我了断。而大家在自我了断的过程当中，主力做手很容易做反向的部位。反之，大家跌破最大值，代表盘中非常非常恐慌，结果就期货的个、e、水角度，很多人受不了了。 输这么多了，尾盘木木钉来，一停损完之后，隔天从 P N 盘就跳空开高，这逻辑都要会哦，这逻辑都要会哦。好，继续哦。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看？等一下再解航运类股的过程呢，我会把那个。 OTC 也稍微带一下哈，那这张字卡呢？我们现在讲明天好了。今天外资买了三千五百二三口，三千五百二三口。你看到、哦、这个是今天早上，今天早上传给非凡制作单位的主力心态。不管包括十点，我看一下就，十点零五分嘛，这是五十八台非凡呐。十点零五分，这是台积电的主力心态。 好，这是中钢的夜水主力心态，然后主力心态多，外资持续做加码买进的夜水动作。那今天的夜水收盘呢，它并没有办法收上五四七的日关键价，所以基本上呢，它也很清楚的告诉各位，明天哦，会把今天的行情再玩一遍。等于说明天呢、哦，我我我不能够预测到整天呐、啊，明天早上的夜水走势图跟今天今天早上整天的走势图完全一模一样，上去。 下来，下来，上去。那问题为什么走这样子呢？很简单，因为最主要的逻辑，它在做结构上面的调整。好、哦，结构上面调整，就像我请问各位在一遍哦前。前哎上个礼拜有很多投部老师，他跟你介绍英讯 IC 的画讯，有很多投部老师跟你介绍六一三八的茂达，好、哦，茂达电源 IC 的茂达，就这两档股票全部都中错全部都中错甚至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上礼拜五四九六的天域还跳完开高？ 为什么跳开高？因为它所缴出的八月份的营收非常非常亮丽，只有今天四九六一的天宇驱动面板驱动 IC 今天股价在创新低。那基本上呢，这些股票要怎么看？在讲之前呢、哦，我们又回过来好好去想一下行业股来看清楚哦。 这个是上个礼拜上礼拜五，哎，九、欸、月三号八点五四分八点五四分，我是很清楚的跟你预告，我说航运类股它的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空。再看一遍哦，上个礼拜三主力心态它是标准空，没问题，收在二十最低低点。礼拜四当航运类股主力心态从绿色变成红色，礼拜四有没有收在二十相对的高？只有礼拜五一开盘那一下呢、啊，八点五四分，我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我说航运类股它的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空再看一遍哦上个礼拜三主力心态它是标准空没问题收在一个水最低低点礼拜四当航运类股主力心态从绿色变成红色礼拜四有没有收在一个水相对的高只有礼拜五一开盘那一下八点五四分我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我说航运类股它的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空基本上呢航运类。 内股的叶水部分，我举个例子好了。昨天呢，带枪投靠的叶水沈先生，他问我一件事情，笑死啊！我听你的话哈、啊，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话，我把三五四五的吨态我给停损掉了哦，损失好多、哦。那停损完之后，我是不是要马上全部把资金全部重压航运内股？ 哎、欸，我现在我去买航运类股，我蹲泰我卖掉，我可以卖在一百八十块。我买航运类股，我可以买将近一倍。我干脆呢，我一张蹲泰换两张航运类股，我自己再补那些差额。我说基本上哦，你们看我节目，不要只看那一半而已，你稍微回顾一个月以前。 我在节目当中，我怎么告诉各位的？我说航运类股它基本面没有问题，而且甚至今天早上你可以看到二六三七的汇阳，它的八月份营收创下历史的月水新高，甚至有很多外资分析师认为呢，现在呢整个筛港筛港不只指台湾哦，筛港要筛到明年至少会看到年中，这都标准利多。可是呢，我就跟那沈先生讲一件事情哦，我说嗯。 不要急吧，就像呢，你知道我们的会员有百百种，那你看看你属于哪一种哦。有些投有些会员很可爱，你知道吗？我们就股票其货都一模一样，一开盘的时候就直接问我说：“谢老师，今天我们当冲标的是哪一只？”谢老师，今天二六零三的长荣，我能不能买进？谢老师，二六零三长荣，我能不能放空？来再看一遍哦，再看一遍哦。这是上个礼拜五八点五十分主意心代码。 没错吧？今天九点零三分，九点零三分，这边喽，九点零三分这边哦，九点零三分这边上一拜主力心态空，结果尾盘收在最低低点。今天一开盘，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空，看到没？九点零三分，九点零三分，我都已经进化在到外太空了。你的老师还在跟你讲航运内股的基本面。 基本上呢，航运类股它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操作都不一样。好，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就直接这样跳过去嘛。那跳過的过程当中，麻烦你看我这边哦。你记不记得第一段的时候，因为大家根本不屑做航运类股，想说那什么烂东西，那是什么大便。 所以当时的第一段航运类股从十六块三十一九四点八一路涨上来过程当中，很多投顾老师他只要看到一根长 IK 棒，就在节目当中吓你，告诉你航运类股要崩盘了。结果呢，没想到那一些在节目当中吓你的投顾老师，反而现在全力在重压航运类股，这是我比较不了解的地方、欸、可是呢，我在上个月一个月以前，沈先生你还记得哈？我讲过一件事情。 我说，现在每一个投顾老师都来跟风航运类股，它会造成航运类股的筹码变得比较混乱。基本面没问题哦，基本面完全都没有任何改变哦，甚至呢，现在跌越深。 我讲坦白的，我以今年赚三十块钱好了，三十块钱好了、啊。那三十块钱正常一家公司它的派息率是高达将近有五成嘛？哎、欸，我从之前配一点点，甚至没配息，就 EPS 一口气扩增到三十几块钱。我请问各位，它会不会很大方派息？它会很大方派息嘛？那以现在的叶水角度来看，假设了明天除权了、啊，那三十块我配十五块，我的殖利率是高达将近有十哎十趴以上哎、欸，十五趴以上哎、欸。 有没有诱人？有改变吗？没改变啊。可是问题啊，阿米来市场上是为了当股东，还是为了来市场上为了参加除权除息？应该都是为为了赚钱吧？应该都是为了赚钱吧？ 所以说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航运类股，它的操作 SOP 那是完全不一样。不是说你今天呢，很多人呢第一天参加我的会员就是说：“谢老师啊，那我之前在航运类股输很多钱，我参加你之后能不能哇？你看啊，你的七月份一百零四块，八月份一百三十三块钱，那如果九月份只有七块钱呢？如果九月份只有七块钱呢？不是每天做啦，不是每天做，因为我看到主力的一个绿色，我看到主力现在是绿色，所以说不是每天做。 可是如果说你没主力心态的，我请问各位啦，有多少投顾老师看到礼拜四三大法人都在买航运肋骨，礼拜四一根红 K 棒，礼拜五接接接接接，啊，今天接接接接接，你是谢金燕的节目看太多，姐姐姐姐姐姐，啊，然后呢，再继续接啊，继续接啊，所以要等，要等那主力心态从绿色变成红色，才会拿这据给大家看嘛。所以说呢，七月份。 你看吧，是主力心态，只要一空，然后就跌停板。可是呢，现在哦比较不一样喽、哦。现在主力知道说，我会在盘中连线节目当中去讲大盘的主力心态。没错吧？我在盘中连线节目当中会讲大盘主力心态。所以说呢，长荣它的 ES 做法就跟大盘主力心态颠倒。上个礼拜有大盘主力心态也是多啊，可是长荣主力心态空啊。啊，今天大盘主力心态还是多啊，那还运概念股主力心态是空啊。 你懂我意思吧？你懂我意思，来来来，所以说七月份这样就一百零四块。那不过呢，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在七月底的时候，我当时呢我就挑明两档公司，你还记得哈？一档叫四九六一天域，一档叫三五四五的蹲探。我说这两家电子公司不是他们不好，结果你又发现呢，我讲完之后，你现在看到驱动 IC 因为面板的报价雪崩式的下跌。 导致于驱动 IC 的需求减缓。谢老师，我问的问题，甚至我会很可爱啊，问问谢老师啊，那为什么三一四一的晶鸿，它也是驱动 IC？那问题，它的股股价为什么没有雪崩式的下跌？<laughs> 你们你们有时候自己多研究基本面啊。晶鸿它是驱动 IC，可是它是电子纸的驱动 IC，它不是大尺寸手机面板，甚至包括电视的驱动 IC。 你懂意思吧？<laughs> 都不一样的啦。那当时我们跟你提到，我说三五四五的吨泰，四九六一的天域，你还这边电子股换来换去吗？啊，结果呢？你换来换去的结果呢？上一个月早就已经让你赚赚了八八哎断头了。那么来到了八月份的时候，我就很清楚跟大家报告，我说、啊、基本上你行业内股要做好，你一天要赚四块钱，就像金家会的徐老师啊，啊，你没有带我赚到四块钱呢、啊，怎么办？我不跟大家报告过了。 我说有机会我会出手，可是我只要请问各位，单纯就均线的角度，你不要问我。现在我们不看主力心态了，你单纯看均线角度，它是均线看多反压，而且它还跌破了多方防守价，那只是因为你不懂。好啊，要怎么赚这八十块？啊，如果说每一个人一个月都想赚八十块，谁负责赔钱？所以说，我那我跟大家报告过，第一个你需要知道大盘的主力心态。 好，哦、所以说你手中有航运类股，不知道这该怎么操作了。我们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因为全台湾就只有我这样子跟你解盘。需要知道大盘主线，需要从昨天的一个水收盘大关价收小 AC 来做今天的夜水预测。举例，如果昨天收小关价收小 AC，今今天走到你看到利多，绝对不能买。它的玩法不是跟期货完全都是一模一样吗？上个礼拜五收盘期货是大于关键价收盘小于 AC 周线红灯。 对对？然后就上礼拜的航运类股是周线绿灯，收盘小關，关键收盘小 A C，所以今天你可以发现航运类股相对于加权股价指数更弱势的原因，没错吧？好，来这这找他带过去，八月份，因为我开始讲九月份精彩。来，八月份这个一百三十三元是怎么来的？就以每时间讲哈，赚最多的那一趟，赚赚最多的那一趟在哪里？就这个嘛。你看，你要等到这个机会啊，等到机会啊，当主力先太多。 那、啊、结果，结果呢？结果买完之后有没有拉涨？你买？再变呢？八月十八号的那一天，当主力心态多，主力心态，你看一开盘，开盘就 K 棒的角度，你们认为会涨吗？那不过这边我还是老话一句啊，我们航运类股，甚至于包括我讲即时，我不是讲日线，我讲即时的主力心态，我就只有电脑版有。好，甚至我们在非凡给大家看的那个台积电，然后即时、即时最新的主力心态。 那个电脑版的、手机版，因为真的容量很小，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下载到你手机版里面啊。结果呢，当天拉到涨停板的时候，我们看到法人卖哎，法人买，只要法人买之后，相信我了，主力心态一由多转空就到、啊，那就到完之后，我们又把它接回来。所以说，我们赚最多趟的就在这边。好，我们拉出整段距离就在这边，还有包括礼拜的主力心态，它这个标标准准的多。然后呢，当主力心态由多转空的时候，我们又把它给卖掉了。好，那开始喽，那开始进入了九月份。 你知道吗？这一波哈、哦，很多投顾老师，我讲的白的，真的是太天真了。之前呢，七月份跟你讲说，八月份千万不要无脑操作，在电子股换来换去。那如果八月份你真的跑去买电子股，你会输到脱裤子，因为八月份的电子股下跌很多。接下来到八月三十号的那一天，你知道吗？当时波罗的海指数创下波段新高。 那么很多人私讯问我说，所有的投顾老师都在介绍五六零八的四维行，结果呢？你记不记得八月三十号的那一天，我们很就跟大家报告，我说千万不要建议投资者不要不要。你那时候不是问我玉明，问我星星，问我五六零八的四维行，我那时候跟你预告说不要不要不要。当时的时间在九点十八分，九点三十八分。 在你的泰勒管 P R O 一零一八，结果导播你知道吗？五六零八的四维行从七十块已经跌到今天五十六块钱了那开开始喽。那这一个月航运类股为什么这么样不振？因为很简单，我在节目当中我都会跟你报告运输类指数它的多空防守价。再变遍老师，我只做散装的股票，我只做五六零八四维行。 老师，我只做二六零九的阳明，不管你做四维行，不管你做阳明，你都需要知道航运类指数，也就是运输类指数，它的多空防守价，就像你在操作电子股的，难道你不需要知道 OTC 指数目前的位阶吗？好，二七八点四四，小于二七八点四四。 小于二七八点四四哦，收二七七点二五哦，小于二七八点四四，就跟你讲说会杀，会杀，会杀，好、哦，八、欸、月三十号礼拜二的二十号晚上，要预告完之后，再配合礼拜三主力心态空，上礼拜三有没杀有？上礼拜三有没杀？有没杀？有杀，哈，有杀，哈，结果呢？礼拜三的时候很清楚，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日线关押落在二七零点三五五，就果收盘又小于二七零点三五，来再变哦，我收盘只要跌破支撑。 我收盘只要跌破多方防守价，隔天一定会往下杀。老师，阿叔，隔天先往上拉嘞，那更麻烦。隔天往上拉，骗一大堆多头之后，正正阵子杀尾盘，更惨。哦，没错吧？没错吧？好，结果呢？礼拜三的时候，礼拜三，哎，礼拜三，哎，礼，哎，这是礼拜三的，哎，礼拜二啦，十点五十一分，就来到礼拜三的时候，来航运股我妈哎哎，礼拜九月一号 九要礼拜三的五点四十二分，五点四十分，我都会写我的传真稿给会员。一二四点二就是长荣的多方放价。只要预告完之后，礼拜四的那一天，我们看到有没有看到？礼拜三主力心态空，所以航运类股收在最低的低点。只有礼拜四，当心态从绿色变红色，从绿色变红色，从绿色变红色，这样我们缴出七块钱成绩单，有吼，有吼，有吼！现在来到礼拜四的时候，航运类股一根红 K 榜很多投部老师呢，告诉你他的负乖离率很高。 我讲讲白的，你为什么我们全方位叫做三六零？因为我除了给大家鱼吃之外，更重要我们要教大家非常多宝贵的钓鱼技巧。你看我的节目，我也在跟你一三五八吗？你看我的节目，我也在跟你负乖利率很大吗？啊，如果负乖利率很大，那我们就应该去重压面板啊，因为面板的负乖利率也是很大啊，而且呢，它的股价股价净值比非常非常低啊。OK，对对，我说微往下。 我说会往下，我说会往下嘛，我说会往下嘛。好，重点来了、哦，那上礼拜五为什么不买？上礼拜五哎，欸、老师来，有来两两这个价位啊、哦，有来一二六，6, 有来一二六。那你问我会员为什么上礼拜五不买？因为很简单啊，礼拜四的主力心态多，礼拜五的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甚至于这张图卡哦，这张圖,、啊、图卡，这张图卡九点三十五分的时候，我有传给你们看哦。我说这档叫做二三零三零店。 这档叫做航运，哎，这档叫做航运类、航运类、航运类股的主力心态，联电主力心态是红色，航运类股主力心态是绿色。哎，几点几分？九点三十五分，在你们 Telegram ID PRO 一零一八。这么好的老师，你要把他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啊！你真的把他介绍给你亲朋好友。再一遍哦，基本上哦，现在的航运类股，你要看几件事。我奉劝呐、啊，我奉劝呐、啊，还还是老话一句哈、哦。 行业内股到底什么时候会风云再起？可能真的要把很多投顾老师逼到墙角，逼到船船船下，大家跳船之后就会上去的。那当大家還没跳船之前的话，你看几件事哦。第一件事，大盘主義心态，行业内股主義心态，还有关键价，关键价用 A C 来做，明天可能预测，还有每天预测的多空防守价，什么意思呢？好，快去回顾哦，这上礼拜跟你预告。 运输类指数落在二四五点零一九，对不對,对？我跟你讲，周线绿灯嘛，green 就是绿灯嘛。好，昨哎礼拜五的时候，大牌是 WR 代表周线红灯，可是航运类股、运输类指数它是周线它是绿灯。好，那么什么叫做用昨天来做一个什么预测呢？来看清楚这边，我把它拉大一点好，拉大一点，来来来来来来。來來來 可能仍有弱势的抵抗，来看清楚哦。哎呦，我的 A 股弦在哪里？A 股在哪？啊，不管了、啊，不管了、啊。等于说呢，在上个里，这是我昨天刚，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九点五十一分，九点五分。啊，包括什么联电、台积电、多空防守架，还有长荣、扬明，多空防守价写很清楚。好，那今天新太空，新太空，所以又往下杀。好，又往下杀，没问题哦，没问题、哦。好，来，你老师啊，你盘中没有跟我讲，我请问各位啊，这张讯息我有没有给你看？ 这通讯息我有没有贴在 Telegram 给你看？再看一遍哦。今天早上九点五十八分，九点五十八分，九点八分，二零零二中刚三十八点一五，再加码买进。行业内股心态空，所以可能要先持续震荡。好，持续震荡，先不要着急。今天早上九点五十八分的时候，看到没？九点五十八分，九点五十八分。那中钢从三十八点一五到三九点一，然后里面预告呢，行业内股心态是空好。好，开始解了。 这是运输类指数，好，因为今天今天运输类指数的收盘又再一次跌破二十五点零一九，二十五点零一九是怎么来的呢？在礼拜五的时候跟大家预告二十五点零一九，啊，结果运输类指数今天的收盘又再一次跌破二十五点零一九，又是一个弱势，好，要收上二十九点二十九点零四才是个标标准的止跌信好，同样，OTC 指数多少价都在二一三点三九，好，二一三点三九。 好，很好记哦，二一三点三九这个数字，麻烦大家一并也把我给记起来，也把我给抄起来。好，开始。基本上呢，当电子股的成交比重回到百分之六十。 可是有一些股票，这我们就不用再讲了。三五四五的敦泰，三零一四的联洋，好，这个我们讲一个多月的时间哦那你看敦泰为什么一直杀？因为它主力心态都是个标标准空还没完，当时在八月十九号、八月三十号的那一天，我跟大家预告，我说你千万不要去给我买散装的股票。 就如果说你跑去买的，光一档四位行，你买在七十块，现在身上五十几块钱了，没错吧？买七几块，现在五十几块钱。那同样在八月十九号的时候，我说、啊、电子果你不要在旁边笑，不管包括敦泰应该会跌停板。老师，你讲的之候没跌停啊？那请问各位啊，今天敦泰有,有破底？破底嘛？礼拜有破底啊？今天还破底？好，四九六一的天域，乃至三二六零的威钢、欸。老师，威钢基本面很好哎、欸，你怎么看空它？随便了、啊。 四九六亿天域，四九六亿天域融资使用率太高，有,沒有看到融资使用太高，融资使用太高，还有三个六年微刚也跑不掉，三六金豪克也是一模一样。结果呢，从二四五跌到二一五跌三十块钱。好，剩下三分钟时间，我就讲快点来。你看哦，微刚在干嘛？这是微刚的主力心态吗？主力心态多。 你看到齐亚币的利多啊？微刚之前我们也赚了将近五只涨停板，帮我验证哦。只要当心态再一次由多转空，现在你再多再多的利多，威刚有涨过吗？威刚有涨过吗？啊這有有，这个底见没破？这底见没破？那我跟你预告的嘞，我像两分钟，六一零四创维二四五五只的涨停板，然后呢，六一零四的创维嘛，还有包括三零三五的资源，资源也高达将近有两只的夜水涨停板，甚至是八月二十三八二三炮战在三力。 独家的新闻当中所跟大家预告的，不管包括台积电，好，台积电主力现在多嘛？台积电啊，有看到台积电，台积电连电，台电连电，台电连电，好，台电连电，然后主力现在多，就永一路攀攀攀攀攀然后上个礼拜我给大家资料，甚至在上个礼拜四跟大家预告二零零二的中钢，还、哎、穿外套哦，看到没？穿外套，外套，跟大家预告二零零二的中钢，它的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多。九月三号非凡来，再把它拉上去。 九月三号，非凡新闻台十点四十分，剩一分钟，有没有看到中钢主力现在多？有没有看到看得很清楚？所以说他们的主力心态有没有很重要？那今天台积电跟中钢有没有收在最高高点？为什么收在最高高点？因为今天早上盘中的一个连线节目当中，就预告台积电、中钢它的主力心态还是多好。我刚刚呢，请大家呢把 OTC 指数也抄起来，为什么？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一家烤肉很怕，就只有台积电、联电、金圆代工、封装测试，还有钢铁股里面的中钢主力型太多。那如果其他全部都主力型，太空，会很麻烦。 所以 OTC 指数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刚刚有抄起来，没抄起来自己看重播带。那当然，如果说呢，你每天看我节目，你认同我的一个所谓操作的理念，你也想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你自己看嘛。今天靠药时间不够了。 不多利多，不利多、啊，阿利多都破底嘛？所以说，你手中有那些弱势的电子股，麻烦一定要来找我。当然，如果说你想第一时间拥有个股的盘中主力心态，就像我一再用二六零三的长龙给大家做示范，赶快去下载我们软体，少了百万点成本，还有 YouTube 的行销费用，给大家很大优惠。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没有免付费电话，只有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永远相信事先预感来真的。我们明天再见。